模一样哎，真的日本人跟假的日本人，对，我是真的。意外什么意思？就是意外，就是网络用语。泼皮四，我知道。什么？对。为什么？这个是Google吗？哦。是。现在年轻人真的越来越懒得讲话了，是不是？最快的男人，这个是不是丢脸了？写歌写得很夸，写歌。对，我也不知道谁帮我取的。业界最快的男人，业界。欢迎收听我们这个公司电台，他的新专辑叫《清空》，清空我的垃圾箱。300块，400块，我都忘了。三原色放在他的那个专辑里面。YouTube 那个YouTube 那个三元嘛，我知道。不是三元，这颗怎么这样？我假，好重哦！我跟你讲，要快。快点，快点。